大使，大家鼓掌。郑小姐，欢迎你到来，谢谢啊！欢迎我们郑大美女啊！你看，我们先生太漂亮了。这样吧，我们董事长说一句恭候多时，我们这些进去两位。嗯，里面请。谢谢啊，谢谢。你好。啊，合约已经拟好了，你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咱们就签约吧。上一次真的是多亏你的帮忙，我看得出来您是一位有责任、有担当，而且非常善良的企业家，所以我真的不希望我的一些负面新闻会影响到你们锦云集团的声誉。啊，不会，我想绯闻是不会影响我们的合作的。我认为郑小姐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产品。郑小姐，我们赵董事长可是不轻易夸人的啊，不用考虑了，签吧啊。行，那我看一下合约。好。谢谢赵董事长给我这个机会。我们很期待跟您的合作。谢谢。我们提前预祝我们的合作成功。妈今天晚上在十全十美餐厅，她说今天要全家聚餐，她要做一个香火誓师大会。什么？有这个必要吗？哎呀，不就是因为志刚跟那书会的事儿吗？他们派对都还没明确，妈就想趁着这一次吃饭，让他们立一下军令状，把态度明确了。哦，这样啊。志刚那儿，其实我已经说过了。我就是担心，你说这样做。放心吧，这次妈呀是车太君下令军令如山，我不跟你说了，你早点到啊。行，那晚上我和志刚一块过去。志刚在你那儿啊？你跟志刚说一声，我就不给他打电话了。好，那我挂了啊。哎，拜拜。啊，哎，那个博远哥，我们晚上一起吃个饭。刚刚好，我说说我的创意给你听听。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有事，可能去不了了。哦，啊，没关系，那咱们就改天再约吧。好。行。不用了，我今天自己开车来的，在那边。谢谢啊，我们下回见吧。行了，刚才你也说的够多了。刚才大你大嫂打电话来了，说今天晚上聚餐，6点钟，十全十美餐厅，是妈的主意啊。香火传承誓师大会。誓师大会？啊？什么誓师大会？就是预祝你早生贵子，摆那宴席。不是，我这出力的人我都还没有点头答应呢，他们就摆什么宣誓大会？切！妈说了。就只当是蹭顿饭啊！哎呀，行，既然是妈的主意，我还能敢跟她对着干吗？文哥啊，不过你这老爷车实在是该换了，我开他都有觉得失身份，更何况你。行，我啊，主持啊，知道了，餐厅见。Thank you.
董事长，你的车子发动不了啊，要不要我载你一程啊？不用了，没事。没关系的，你之前也帮过我呀，上车。上车。准备生孩子，这么大的喜事，博轩怎么可以不来呢？哎，这碗筷是不是多了一副呀？我哥坐那儿是吧？哎，把这收走吧。好的。别收走，别收走。这副碗筷啊，是我给你爸留着的。我今天啊，把你爸也请来了，我让他呀给你作证，省得你后悔。你没事吧，淑慧啊？没事。怎么了你？奶奶，爷爷不是已经去世了吗？小孩瞎说什么呀？小娟，小孩子不懂得这些事情，不要问。赵董事长，怎么办呀？堵车堵这么久，我肚子好饿，你陪我去吃顿饭好不好？现在？啊，不行，我跟你说，我家里面人都等着我呢。今天我妈妈、我老婆、我妹妹、妹夫还有孩子，等着我一起吃饭呢。不好意思啊。怎么了？你家有喜事啊？我妹妹和妹夫准备生孩子，我妈满月，请人吃饭。我听过小孩子满月宴、百日宴的。我还没听过准备生孩子也摆宴的，你妈妈激动的是不是太早点了？错了错了，你应该走那边。如果我说我是故意走错的，你不会生我气吧？静小姐，我们家里面都等着我呢。你要带我去哪儿啊？请问现在可以上菜了吗？催什么呀？生孩子都不着急，还急着吃饭吗？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上菜。好的。哦，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可以吃饭
志刚啊，博熙渊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哦，我们各开各的车过来的，那个他应该很快就到了吧。先生，今天请问你需要喝点什么酒呢？哦，那个你把酒水单拿给我，先看一下。嗯，哎，不用了。大云啊，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吧。啊，磨蹭什么啊？快拿呀！在这儿来了，不好意思，我赶时间，我今天晚上还有个饭局呢。你看看碧海蓝天的多漂亮啊，吃不吃你那顿饭不重要的。郑小姐，那顿饭对我很重要，那个是我们的家庭聚餐，我必须得去呀，不好意思。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个了，来。了解景云凉茶吗？你又了解你自己吗？当然。那你是不是希望景云凉茶可以更好呢？当然。这就对了呀，要更好的前提就是要改变，就像改变广告的风格一样，你得先从改变你自己开始。改变自己。来。分手来，慢点，慢点，慢点。哦，你去套外套啊！来，我帮你脱。快一点，快一点！脱下来，脱下来！哈哈哈！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改变从自己开始。来，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那个妈，我实在喝不了了，有点多了啊。妈，别让他喝了，我还开车呢。这有什么关系啊？一会儿你换着开，来，给他斟上，斟上。志刚啊，你要多喝一点儿。好，你不知道啊，这酒啊，可是你爸当年留下的大补酒。你看你哥那么聪明啊，靠的就是这个补酒。那个，你今天请我们吃饭，我们也知道是为什么。大嫂都跟我说了。不过这生孩子的事儿吧，是个大事儿，我跟志刚还得考虑考虑，是吧，志刚？哦，啊对。还考虑什么呀？你大嫂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是，不过这个。你看，这不是复印件吗？又不能过户用，拿出来干嘛呀？当然先给你看复印件了，一切按规矩办。房子呢，我死了也带不走。我可不想我两眼一闭啊，孙子还没抱上。你们呐，给我生个孙子，冠上了赵姓，这银货呀才两气。妈，我是你女儿哎，别防我跟防贼似的好吗？妈，我可以说句话吗？说。您看呐、啊，这生儿子的事儿，不是我们俩说生就生的，对吧？对对，那个，这生小孩是有风险的，不是我想生儿子就能生儿子啊。这万一怀上了，生出来是个女儿，你认不认？认，这上天呢，要是注定我们赵家无后，我能不认吗？行，妈，敬你一个。手机真的坏了，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是真的回来了。那我就把它扔了。哎哎哎哎，别开玩笑啊！没有开玩笑啊！你想想看，全世界有多少人能有机会把手机扔到大海里啊？我扔了？你不是吧？反正它是坏的，又没有损失，你不会连这种举动都不敢有吧？我真的扔了啊！我跟你开玩笑的。这爸爸是说当就当的吗？这孩子又不是孙悟空，直接从石缝里蹦出来的。我不管啊，你可是答应过我妈了。从现在开始呢，你要给我戒烟、戒酒、戒熬夜，饮食得注意，还不能说脏话，要成熟稳重。行了行行了，你这完全是把我变成你哥的翻版。像我哥怎么了？像我哥也挺好的呀。这么老谁敢碰？喂，啊，嫂子，志刚，你们到家了？哎，你知道博轩去哪了吗？我刚给他打电话，响了一下就断了，再打就打不通了。博轩哥还没回去啊？不是，我跟他一起进的车库啊。那我们下次再见吧。行，再见。嫂子，没什么，那个你放心吧，我说的是博轩哥不会有事儿的。可是这么晚了。哎呀，你老公你还不清楚吗？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加班。哦，对了，我说了吧，让你跟他换辆车的吧。你扯哪去了？这跟换车有什么关系啊？他肯定是那个老爷车在半路上抛锚了。你看这车不好吧，那手机也不好使，经常没电，所以你就联络不上他喽。哎，嫂子，你先别急，说不定你挂完电话他就回来了呢，对吧？那就这样吧，晚安，啊，拜拜。志刚怎么说？他也不知道，一堆的猜测。哎，要我看呐。这个志刚要是知道了也不会说，你说这个博轩跟志刚混久了，会不会也学坏啊？这么重要的饭局，他跟我闹失踪，该不会在外面养女人了吧？妈，你瞎猜什么呢？啊，我只是随口一说，你都不急，我急什么？好了，我回房休息去了。夏云啊，刚才我那个话只是随口一说，你不要往心里去啊。等博轩回来啊，你不要跟他闹。我的儿子我清楚，他不是那种人。
赵董事长，吃烧烤，试试看味道怎么样？谢谢。嗯，味道不错哎。怎么样？挺好。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以前可不是卖烧烤的。只是以前念书的时候嘛，常常跟同学去海边烤肉，每次啊都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哦。尤其是男同学们。嗯，你要不要说说看，你在念书的时候有没有最喜欢做的事情，或是做过什么最疯狂的事啊？我啊，我没有那么精彩，就不读书，上学、吃饭、睡觉，再上学、再吃饭、再睡觉，就这样。那么无聊啊！你看到没有？年轻真好，是不是？人生嘛，干嘛要过得那么单调无趣？就应该有疯狂刺激。哟，这都几点了？哎呀，不行，我得回去了，太晚了。啊，你又没开车，而且路又那么远，你怎么回去啊？那陈小姐，太晚了，真得回去了。麻烦你了。好吧，那我就送你一程了。走吧。跳舞跳舞啊！谢谢啊，麻烦你了。不用客气，咱们是朋友嘛。啊，再见。拜拜。回来了。累吧？嗯，公司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嗯，我刚看到车开走，你同事还挺好，这么晚还送你回来。嗯，哎，你手机没电了？我打你好几通电话，手机都打不通。手机扔海里了。扔海里了？啊。掉海里了，掉海里了，泡了水，坏了。你怎么跑海边去了？我开完会了，把那同事，就那个同事送我回来，结果就不认识路，七里拐弯的，反正就碰上塞车。哎呀，这塞车塞的我真是心烦。所以就我知道，
知道。本来公司事情就多，你本来就烦啊，妈又弄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家庭聚会，非得让你回来，你不可更烦吗？哎，你是不是就烦着跟你的同事去海边散心去了？整个人都掉海里去了吧？我还真是整个人掉海里去了，天要被你看见了。你看你，那你还坐着，赶紧去洗澡了，一会儿感冒了。我啊，好，大宇啊，对不起啊，今天。哎呀，你对不起我什么呀？本来一家人吃饭，你又不是主角，当然公司的事情更重要了。快点去洗澡。把水放烫一点，要不然一会儿就感冒了啊！来呀、啊！快点跟我来！大云，大云，嗯，睡了。怎么了？我是想问问你，你就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问什么呀？我是说，哎呀，你看，今天晚上这么重要的饭局，我没参加。你看我。好了，你别想这些了，明天跟妈解释一下，赶紧睡吧。哎。快睡吧。小姐一出马，手到擒来，而且合约比预先想的还要好。是啊，还好当初没有听你的，什么欲擒故纵。是啊，您郑大小姐亲自出马，那肯定马到成功无往不利了。我能看见那个姓赵的小金龟慢慢地飞到你姓郑的蜘蛛布下的天罗地网。恭喜你呀、啊！你马上就要名利双收了。我的大明星。
你干嘛去啊？你真要跟你妈解释啊？嗨，怎么能呢？哎，睡不着，现在脑子都是事儿。最近咱们公司不是新签了一个广告代言人吗？我把这事儿交给志刚了。我现在怎么琢磨吧，觉得这事儿不放心。我早上起来写个脚本扔给他们，让他们拍去。你行吗？什么叫我行吗？我现在是思路潮涌啊。那我去给你做点宵夜吧。哎，不用不用，我真不饿。你睡吧，啊。你真不饿啊？啊，睡吧。找谁呀？老太太，请问叫是？叫谁老太太呀？我有这么老吗？对不起啊，这里是韩大云的家吗？嗯，我是她婆婆。就是那个韩家的杨雨，韩大云的妹妹翠萍吧？啊，哎，阿姨，这是我给您的见面礼。在美国啊，那些时尚老太太都追捧这款丝巾的。这么热的天，围这个东西在脖子上面，我可不是什么杨太太。是啊，阿姨，您看您那么年轻。这丝巾肯定跟您不配的，阿姨，这个钱您收下吧。这钱干嘛？啊，全当是我替我姐孝敬您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为了每个月给我寄生活费，我姐省吃俭用的吃了不少苦，我把这些钱都省下来攒起来了。啊？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妈，你叫我呀？你看看，这些钱是怎么回事？妈，这事儿也不是你想的那样。让你那个妹妹快走吧，我见了她，心里就闷得慌。